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话，就是说把我们的内在等于说呢，我们因为做什么事情都有个组织，对吧？这样的话吧，名正言顺，但是就我们的人类那个呢，能够这样研究协会，那现在的刚刚我们开始成立，对吧？在那组注册了以后吧，我们给大家呢，就是呢，咱们开始呢成立吧，也会员了，对吧？在呢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再告诉大家，这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这样的话吧，我们原来的那个什么微信群的名字哈，咱们就改了，就改成这里写的左边叫 SAIR，就是 Socie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对吧？写一段一个字母，但是我们也要这个微信群改这个名字。我们的课程呢，应该的这个编号。那我们呢，我写了一个通知给大家，应该也告诉一个告嘛，就是我们第一次我们想开单门课，就是说我们独建的要改的，有些这个老师啊或同学啊，他们想能不能发证书，对呀、啊，我讲哈，我们呢想的。就是嘛，从这个想法出发，就呢，是吧？就是第一批呢，八门课，是吧？我们那基本上准备发证书，但是就那我们在发证书的时候呢，要提高我们讲课的质量、效率、效益，所以我们在这个上课方面呢，也做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我呢这个课吧，开始呢，比如说简单的有练习，对吧？有习题 homework，但呢。同时呢，把一个学期呢，我们搞些小型的 project。那我现在讲课哈，我基本上放的那遵循这样一条原则：一个介绍最近发表的论文，第二个吧，这个论文呢要有程序 code；第三个呢，寻找数据。那我们上课讲的一方面，就是这些想法是由程序来实现的，同时呢，我也提供部分的那个数据来源。那你们也可以去找数据。那这样的话嘛，就是说，你如果说应用我们的程序到新的数据里面，因为不能够数据例行嘛，啊，是可以发文章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模型方面还有所改进的话，还可以发很好的文章。这是这个想法。那么，这个课呢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嘛是讲脑科学，是吧？就是脑科学一方讲呢，就是说我们神经系统的那些信号，比如说那个以前我们讲的这个 EEG 啊，这个 MRI 呀、fMRI 呀、PET 啊这些脑颅像，对不对？那么这些东西呢，它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什么？那我们怎么跟疾病有关系？就是说跟疾病有关系，我们怎么能够那找出呢这个？疾病诊断疾病，第二个呢，他给什么呢？现在呢就讲的，就人家讲有一句话叫解码大脑 decode brain，或者是 decode thought。今年5月份对不对？我觉得有的奥斯汀对不对？他们呢哈、啊，那个那些人是搞计算机也搞统计的，他们发了一篇文章，在这个 Nature Neuroscience，那就是说他把我们大脑就是说。这个等于实际上呢，根据大脑信号，他把你想什么，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那么也有些人，其实包括我们中国的，包括新加坡的也是华人，对吧？他原来是澳大利亚过去的，他们就是说把我们大脑的信号，把它变成翻译成，把它解码成声音讲出去，对吧？那有的病人。他手也不打，写字也不能写，那个肌肉啊瘫痪了，话也讲不出来。但是他大脑能想，他想什么，他的这个人机接口啊，就可以把他的声音传出来，也可以你唱歌不唱，就是你看着唱歌，你不会唱吗？你听着唱歌，那个唱歌可以再生出来。那么你看着电影的画面，也可以再生出来。这些东西哈，这才过去几个月里面，相继有文章出来。我觉得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啊，对像我来讲，我就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事情，对吧？在科学上呢，是个重大的这个飞跃事件中呢，也很大的用处，对吧？所以呢，这是这一部分。
第二，这个方向呢，因为跟大语言跟那个方程式模型啊，那就language model是息息相关的，这是许多人来讲呢，这是一个城乡一般人工智能的道路。城乡一般人工智能道路就是说，像高层啊，我看了一些那个国立啊，最近姚吉智对吧？ 老师吧，他有个讲，他有讲话的讲，在上层领域里面嘛，就上层里面路线是不能一直有争论。那但反正这是有一派认为这是一条道路。第二个呢，另外呢一条道路呢，就是说脑力大脑脑力脑部下的超维项的计算，它有许多优点。第一个， 它耗的能源耗的少，速度快，数据需要的少，在有些方面应用方面呢，这是非常有潜力的。比如说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对吧？那马斯克搞的机器人呢，就是说我有些地方我那是我太太可能都很兴奋，那我呢发了一些人，有个一些个别的发了一下，对吧？那他就是把我们的 脑机接口有时和超过项目计算，它能有机结合起来，它可以呢，有的现在讲的叫 edge computing， 就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也会包括进来。当然呢，它这个弱点，它优点就是快，因为它的 one pass 一次就能更的。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因为它不迭代，要速度快嘛，它的精度有上没有现在咱们这个。 那大语言呢，模型啊，他们的精度高，那它给一般的年代的这个和统计啊，和年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那些呢，比如说 machine 那些方法呢，那精度我觉得，根据目前大量的数据来讲呢，是非常相当的。那同时呢，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分子生物学方面哈，它比如说 pan genomics，它应该应用的非常有效。 这方面内容呢，我也介绍，就是说我这里的60个学时，相当于咱们正规学校上课一门课的这个 semester 哈，一门课的这个学时时间。那我呢，希望呢，就是说，因为这我想呢，把这些笔子赏识哈，我呢也布置一些那项目 project 呢，咱们有方法，有程序，也有提供的某些数据。 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对吧？咱们再到可以组织一些啊，research和 group， 我们把这个呢，做完，然后写成文字，写出文章去。我想啊，搞得好，这个文章可以发得很好杂志。即使我们一般，也是可以发的，就是考一般的也可以发。所以呢，这样的话，考验我们讲课的质量啊，评价我们的课程啊。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也是电脑各位老师或同学哈，你们也许你的世界发展呢，我觉得也有所帮助。所以我们搞这种呢 small project 也为，如果你愿意做就做，当然不愿意做就自荐你，对吧？不愿意做也没有关系，也是一样的，好吧？那我也讲这些。那现在呢，我今天呢，我们讲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一般人工智能，我们在这个课吧要开了已经将近快大半年了，快一年了。 以前我们讲的一些知识哈，实际上呢就是，就说人工智能基础，就现在的就是 current 的就是广泛应用的呢，什么的呢？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一般人工，就是说我们的广，就是说人工智能的现在广泛流行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基础。那么现在呢，我们呢，我觉得哈，在以前的课程里面，我介绍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我介绍一个，就是等于是让我们主要去教育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它的核心内容有两部分，一部分是 transform 就是变换器，怎么你目前的广泛应用，那个它的推动对吧？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我们讲介绍这些这方面内容。第二个，我们介绍了 扩散模型 diffusion 这个。model 对吧？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哈
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所以呢，这个事情已经介绍了。但现在呢，我们讲的叫做一般人工智能，一般人工智能啊，我产生这个整个要讲的，咱们要最近进行这个研究啊，这个想法呢，实际上根据国立开的一个会，就说那个北京啊，他们有个叫做智年研期哈、啊。他们一个研究所对吧，他在今年一二月份开了一个会，邀请的呢就是那个多伦多大学新的就做了一个报告。新的呢他搞这个人工智能研究啊，他呢在他那个是那就是说应该是70年代吧啊，上世纪九十年代啊，在1990年左右。它有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我们现在来找的对吧，它呢就是它做一个主要贡献呢就是提出呢 backpropagation 扩散啊，就是这个 backpropagation 算法，这个第一那神经网络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训练，你算了怎么估计，这样的话吧，那这个算法提出了以后，第一那解决大型人工智能啊的算法啊，这个人工神经网络，不能讲人工智能吧，人工神经网络啊起了极大提振作用啊，特别是我记得他有当时表演吧，一次表演吧，就是关于模型识别，他模型识别呢，他这个东西就啊，我们统计图像这个东西分析啊，咱们统计哈，就是我以前因为我的学位是统计吧，那我很多很一些朋友啊都做这方面研究，但他那、就说认同以前的主要方法呢在图像分析里面实际上是统计方法是主要地位的，但自从他们在一次比赛中间呢，就是说李慧辉嘛，就是斯坦福大学我们在中国人，他呢就搞的就把这个数据哈，把图像对不对啊集中起来，所以他们这次呢结果人工智能赢了。这个第二个关于呢，就是你邱老师，哎，那个你的那个 slides 是不是卡在第一页了呢？你是没你我不卡在第一页，我现在没有动，因为我现在没动。OK， 好，介绍到前面的，我把前面整线接到我们这来，对我没有动，我没有动哈，哎，我没有动，没有问题，这个设备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的话吧，第二条道路那这个声音辨识，比如这样是人工嘛，声音辨识我记得一直在中国表演的，好像天津啊哪。就这样的话吧，就提动了那这方面的发展。但是他那个时候同时有他一个学生就提出了高维向量算法，但呢那个方法呢当时只提他的博士论文写，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那同时这个人我查不到这个名字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那就说反正听懂吧，他在那个会议上讲了第二个对吧，就是说超微向量计算相关的。但是这个方面的东西呢是另外呢就是说伊比克要加，就现在呢在伯克利，尤其伯克利哈，他们有一个研究所，他以前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那他们这方面呢发扬光大，现在的今年哈有几个人写的评论，就是说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呢也是要讲的好吧，就是这样两方面内容，应该是以前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提供，好吧。那今天呢我讲的不是讲的什么呢，就是讲哈，就是说就是讲精神性的疾病怎么如何通过大脑信号咱们能够把它诊断出来。那这里核心技术吧，就是牵扯我刚才讲的变换器，咱们变换器对吧，怎么能够把大脑的信号，就是说把 EEG 等一下我们讲和图像怎么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我今天首先来介绍一些精神性疾病，那我呢咱们我不是研究这个东西的，所以呢我呢也肯定是这方面呢，我只是给你呢给大家呢就是把 EEG 啊和 fMRI 这两个呢我们在这课程中间呢
我那要要重点要讲的，那令这些大脑的这些信号怎么来诊断疾病？那首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这个精神分裂症嘛，正像我这里红底字我写的啊，它的主要特征嘛，就是一个有妄，就是有这个妄想啊，批判的视觉，还有它，就是说没有组织的。 思维，这个我怎么我也不是医生，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就是你思维混乱吧，这个呢是精神分裂症。那精神分裂症呢，那我这给你显示的哈，主要是目的主要是你看，就是说这是正常人，他这是 EEG的信号，EEG的信号，对吧？然后那精神分裂症的信号。 通过我们眼睛来看，哈，作为我们是现在有数的医生，我们就是我们把这两张图看的，人家再来一张图呢，问你，究竟他有没有精神分裂症呢？我觉得我们是很难回答出来的，对吧？那现在就是讲，我今后呢，我们就讲，我不是医生，我呢，我也我这个我没有那种能力、直觉就能够判断。 通过EEG来判断你这个人究竟是有精神分裂症还是没有精神分裂症。那这里呢，如果说我们有模型，你把它信号收进去，计算机就给回的。这是我今天讲的内容，好吧？那么这里面这两个图哈，这两个图倒是比较明显的在这里有一些啊。 我这个网络的这个，ID，网络的这个，网络呀，反应慢。就这些地方哈，这些我点过这个，在这点的对吧？这些有些不能对吧？这两个EEG哈，有病有精神分裂症的，没有精神分裂症的，它是不一样。那么这里呢，就给大家看呢，主要是呢，啊。 MI 对吧？FMI、MI 这都看对吧？就是说，你看这里健康的人和精神分裂症的人，他有什么不同？如果说从这个图上来看吧，当然，如果都是有这么规范，那我们也可能看得出来啊，好像精神分裂症对吧？他这个你像这些部分的信号啊，没有这些。 部分的信号强烈，对吧？这是我们眼睛这样看，对不对？但是呢，在那实际上的时候啊，那这个情况哈，有时候这个是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简单。那么计算机，我们把这个信号，这个下个星期来讲这个 fMRI 收进去，我们也可以诊断精神分裂症。那这里你看的哈，这个是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这是他的，这是有病的，这是他的亲戚，对吧？你看到没有？他一种独见的一种变化，这个叫精神分裂症。这个图嘛，从图像上来看呢是比较清晰些。你看这里这么多红点，那我们讲57，他们这个信号跟 control 的信号是不一样。 这计算机我也买过，就这个反应快慢的，你看。好，第二个呢，就是呢，bipolar，这个 bipolar 呢，他讲的这几个特点呢，就是说他主要是呢，他有了压抑，对不对？或者呢，他的心情哈，他有时间呢，不是正常。 他可能是几天，也可能一个星期，这个以前我不懂，我以为这个精神性疾病嘛，一天到一直这样的，其实他是不是的？他在读某个期间里面他不行，但另外一个时间他又跟正常人一样，所以以前呢，对这些哈没有这个，不太懂。那这里呢，他提供的这里呢提供了一个图，这个图呢，这个褐色的哈，它这个那这里有这个颜色。 一种呢是褐色的
一种是红色的，一种嘛是绿色的啊。这个褐色的就是正常人的它的信号，它这个里是五一秒，对吧？它是这个呢是电压啊，这个微伏，对吧？这信号。那我们看哈，它正常的人跟有病的人，而且这里有的人有病，同时有的有用药的，我们用药的，对吧？就是用药跟没用药，就是说可以用三种。药物呢，实际上是对脑信号它是有影响的，这些这样。那我们看这图形不太一样，对吧？就是我这里就是告诉我，就是肯定是大家各种精神性疾病，它的依据图形，正常的人跟不正常的人都是有不同的。那么这里呢，有六种疾病大脑。那么它的颜色，这个颜色呢，它是叫做平均啊均值啊，等到的方差，它有一个叫做就是说那、我们在统计里面，如果有均值那方差知道了的话，它的大概的信号，它的特点呢，我们就总结了这三门 specific， 它用这个颜色来表示。那这里呢，你看这里呢是精神分裂症。刚才我们讲的bipolar，当等一下我们会讲那其他的，比如说忧郁症呢、自闭症呢、这个啊小孩的多动症呢，就说这些对吧？那么这里呢就给你显示那他们的这些大脑里面的啊，他看到的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啊，他真的这个皮层厚度也不一样。皮层厚度也不一样，它的信号也不一样。那这里呢，焦虑症，这个焦虑症呢，那它就是这个有不就你的心情呢、不可控制焦虑，哎，你叫我心里难呀，不要焦虑啊，不要焦虑，对吧？我们有时候这样讲，对吧？控制啊，你想要这样做，它有时候它。那他还是有焦虑，就是这样，不好控制，对吧？那这样的呢，它会影响到你的呢的一些人的一些思维功能啊，还有这个他的稍息啊，就是个人跟外面的社交啊，不知道什么，我这个东西都是大家都蛮的啥的，一个 PDF， 这个我就 copy paste 这里，对吧？找来的。那么这些图像吧，我是也是网上找到的。他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的EEG的反应response，在正确的情况下，错误反应情况下，对吧？有焦虑症的人跟正常的人他不一样。比如说，在正确反应的这个 S 这个呢是有焦虑症的人，这个人呢是正常的。那么你看哈。在零到两百的时候啊，零到两百，他尽管呢，咱大家都是低，但他低的比较多。但在有焦虑症的两倍以后，你看到没有？在过了时间以后，他这个EEG 的响应哈就强。你焦虑吧，你思维呢，我理解思维就在活动，对不对？是活动吗？你的EEG 就是那种电压呀，它势能啊。它这个属于 EEG 啊，实际上测你的电位哈，它的势能啊，这个本来呢，我另外有张图，就安装好名我忘了，就安装咱们那个这个就测量它的电位，实际上就把电位测出来也不一样，这个电位高，这个电位低，对吧？那么这是一个在错误的响应的情况下。错误响应的情况下呢，那这个什么呢？你看，错误响应的情况下，你看这个地方啊，它还是这个信号啊，电压还是比这个高啊。你看，这个高，它这个不灵，可能。那么焦虑症的这个 MI 对吧？那这个是这个地方呢，这个是梗翘，这个中途是梗翘，对吧？那么
那开始呢，就是开始有一点，就是 mild 轻度的增长的 moderate 的，对吧？然后是然后这里呢是严重的，对吧？焦虑症，对吧？那他，你想，你看看这个，那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信号啊，它确实不一样啊。它大脑在我们大脑皮层里面呢，咱们那量测量到的 fMRI 的差别呢是很大的。你看，像有焦虑症的地方也是强啊。嗯，你看到吗？啊，不要跑，呵呵，我这个是哪里？我这个不是，我这个肯定是啊，在这里。这个地方强对吧？你看，这个里面有什么信号？几乎对吧？所以焦虑的时候啊，在我们的大脑里反应，对不对？实际上是它是比较强烈的，所以测量出来也测量它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这个叫 depression 吧，就是说我们心情低落，对吧？厌恶，就是厌恶活动。这个东西啊，你要那。你像我吧，有时候心情好，不是，那我喜欢讲话，喜欢表达，对吧？喜欢做事，对吧？有一些人呢，他就不愿意，就是那觉得那 aversion activity， 就是说他对某些活动，对不对？他厌恶是不同的人哈，就是说，如果是有正常的人跟有那忧郁症的人哈，他这些东西啊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平常我呢，这个有时候人家都讲这个人有忧郁症啊，别人就平常我们听人家讲嘛，但大部分都讲他不爱讲话，但是呢，不爱讲话也不是忧郁症，有些人就不喜欢讲话，对不对？这个东西啊，那只靠这种东西分析有时候不会准确，所以呢，但是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脑电波吧，就 EEG 吧，对吧？左边的、右边的，对吧？这上面是正常的。下面呢是非正常的，你看看哈，你压抑哈，从脑电图也看的，他心情压抑，神经性的活动哈，你看，他相对来讲频率就低吧，哈，这频率高是不是？他呢这方面呢不是那么这强烈，就是压抑的人，有焦虑症的人，活动神经活动就频繁，有压抑的人呢神经。活动呢不能频繁，实际上哈、啊，另外我们呢就是那这里看到的呢这个有压抑的，你看压抑的这种颜色都是深呢、啊，对吧？没有压抑的，那就黄色的很多，对吧？颜色比较淡很多，就是你神经活动，对不对？这里的神经活动都压抑掉，这里神经活动呢，相对来讲呢，要比较活跃一些。脑电痴呆症，这个脑电痴呆症呢，这个脑电痴呆症，我跟你讲啊，我的亲戚，我的同学，我有一个同学，他在湖南读书的时候，对不对？大学啊，他难题啊，他很喜欢解决数学难题，他解题目难题的能力，那比我强，所以呢，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哈、啊。他这个研究编码理论，他文化大革命咱们都不干活吧？他这个人，他这个很勤奋，同时也他呢对科学研究非常热情。他找到了咱们中科院的万泽先，那是留苏的一个中国代数学方面前卫，他做了文章，他发表在当时英语数学报上。但是呢。在2014年以后，实际上应该讲1998年、1999年，从我调的休斯顿以后，我们曾经见过面以后，他实质上呢，他的神经活动，对不对？就开始说的，就是说啊，比如这样正常的人，你看这个脑电波，对吧？相对来讲，电压吧要高一点，对不对？这个呢，这是脑电在震，你看它这就低，对不对？这个 MCI 建议的脑电痴呆症，脑电痴呆症和正常之间的，那这个地方相对来讲呢，其实在中间，对不对？那在这里讲的是，那它从大脑的蛋白质低级啊发生了变化，所以也不管你这个人是不是聪明，他确实很聪明，
他的数学能力很强，这个，但是呢，不幸的是呢，就是说他几年以前呢，就是现在的读进嗓子记忆力啊，以前的事情他根本读进慢慢记不到，这个就是他这个就 memory 哈、啊，他受到损害，那么在大脑这个反映出来，是吧？这些老年痴呆症，这个是有轻度、中度，对吧？重度啊，就这方面有这个级别。那这些东西呢，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的诊断出来，我总觉得这种老年痴呆症东西啊，你除了药物治疗以外，精神性的治疗也有一定作用。但是如果是记忆丧失的话啊，只靠精神性的治疗大概不太管用。这个人讲啊，美国是650万，对不对？全世界5500万人呢，有老年痴呆症，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呢，本来记忆力丧失，像我现在记东西，我可能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备课也很规律呀。我以前看的东西，过了几段时间就忘了，我又重新看，看的时候就像好像那个文章没看过一样。年纪大了以后，本来记忆力就会丧失，但如果是你还加上有老年痴呆症的话，对不对？那种记忆力丧失是会比较大的。那这里我们一看啊，你看哈，这是正常人的，这是老年痴呆症的。你看哈，他在这里面哈，老年痴呆症的人嘛，我想对不对？我刚才讲的就是讲他的频率比较节奏啊，就是我们脑电波的节奏频率比较慢，缓慢，他思维比较缓慢，对吧？你从这里也看出来，他这一块对不对都没有了，那就信号很难弱，但是正常人这里信号很强。对不对？是不是？那么这个还有person 就是个人的这种 personality 的这个解说的，我呢，因为这个东西哈，我就不讲，实际上你看一下就知道，因为时间有问题，后面我们讲一些那种跟数学、计算机有关的，好吧？你自己去看，你就跳过去，对吧？这个反正你都会判断到，这都是有的。那么这个是失眠。睡眠你看哈，就是他测的时候，就是说睡觉的时候，你看睡眠的人在 control 的时候睡觉就睡了吧，他的 EEG 相对脑活动就处于休眠状态，对吧？相对来讲呢就比较低。但是呢，如果你睡眠的话，你尽管睡你在睡，对不对？尽管即使睡多了，他测量的时候这个神经活动呢还在进行，还是很强烈。这个东西大概，这个东西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对不对？那这里是 MRI 的这个图啊，是正常的睡觉，这个呢失眠的。另外我顺便讲一下，穿戴式设备，因为想到这个失眠嘛，我记得当时有个学生，对吧？就是说现在在菲律宾工作李登阳，他当时就做了遗传就是穿戴就是也是睡眠的一种疾病吧？它是怎么几代的一个事影响的？我写的2018年出的一本书里面呢也谈到呢，就是说这种在那时候叫 function tree 的，就是它函数性变化的 tree，对吧？但这里现在讲呢，其实不仅仅是 EEG 啊，反正就是那我们理解的那种函数性变化的 tree，还有这个图像，这种可以更广泛。那么，做了一个研究，方法现在的方法比以前更 powerful 就是。那今天我也讲的东西呢，就是说，实际上啊，在9月13号，在《智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呢，它呢是用大，就是用方，就是我们讲的 foundation 模型，或者讲呢。语言模型吧，那因为它没有语言吧，所以叫 foundation 呢更比较科学，对吧？它是用的视网膜的image 对吧来做易训练，然后呢眼睛中的其他的一些疾病的 image 复杂性，甚至咱们的心血管疾病、中风，它作为就是作为这个什么，就是 fine tuning 微调
他写成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呢，就是说，就使得呢，我呢就是往上面去看啊。以前我对这些我对神经性疾病啊，以前还是那曾经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做前基因组这个因果分析。那今天这个像您老师要来了，叫的呢，对不对？咱们就做的咱们硬的领域，对吧？就是那实际上不理你，对吧？摆抛的，对吧？做这个啊。那当时那我就跟你讲，你跟杨做的呢也是睡眠性的疾病，但是呢，总的来讲呢还是那比较少。那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呢，是我觉得呢哈，它这个确实是有非常有价值。这个思想是什么呢哈？我现在讲吧。第一个，我们是就是说医学方面的数据对不对？它有两个特点，对吧？一个特点呢，它呢是数据多样化，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标号，就是你把它区分出来，标号很少。我刚才讲的有效对不对？这个疾病哈、啊，不是疾病哈、啊，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所以你就没有给它。尽管你有 EEG， 也有 fMRI、MRI、PET 很多，这个你呢，那这个区分的呢？也比较少，当然现在我们去看病啊，医生嘛，当然他都会给你积分，但是你想要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给你个数据库啊，这些东西还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这样呢，他就想，对不对？说我们一系列就是讲，我收集了很多imaging的数据，那么那他啊，然后呢，但是呢，他那里呢没有标号的，那我们希望呢？利用这些数据怎么来诊断疾病，那就是这里的做异性恋，我们大家讲这些数据做异性恋。另外呢，我们收集另外一些，比如说他这是做视网膜的啊，视觉的啊，这些数据他 imaging 那个视网膜的 imaging 啊比较容易的，但是呢对于其他的那这个眼科的一些疾病 imaging 不太容易起的，那么他就学的是我们的这个先做的异性恋这个数据，对不对？已经我都写在这里。那么这是以两等 CFP、OCT 对吧？这两等这个测量 imaging 的那技术，他们测量的这都在这里。然后吧，他就是说那其他眼科疾病，还有呢那个心血管进甚至心血管疾病，那怎么？那他就是假说我们数据那些那诊断出来这种数据量比较小，但是我们又想诊断它来进行医疗，他发现呢他的医保效果啊，这个文章吧，我写在下面，就是在你看 slide 上都有啊，上个月9月13号发表的。那呢我们在这里想，那我今天的东西呢，咱们呢也更进一步什么呢？咱们微调的数据是 EEG， 我们做一系列的数据是给我们大脑完全无关的，就是我讲李瑞辉他们搞的 imaging net， 那他进行一系列的，那么属于一系列呢，那这个一系列他自己重新去建立的，那法国有代理对吧 institute， 他呢？把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模型啊，它不是有个开放模型吗？它把这个模型的网络结构上那些位的，它就用的当到那些位，就作为一系列模型。然后呢，微调呢就你一机重新就微调。我们等一下的介绍就讲这个。那这个东西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所以呢，我觉得呢，那是非常非常有价值。我有想对不对啊？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有些我们有 imaging 对不对？但是呢 ，methylation 这个 methylation 跟 imaging 不搭架，对吧？那个当然今天还有些困难哈，困难等一下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好好讨论，对不对？那这个困难是数据量的大小，哎，咱们这个网的话可能接受不了那么多。但是呢，比如说 methylation， 他们
点和点之间的 machine learning side 的，对不对？它也是有联系的，就像我们一样这些联系一样。想我们敢，我们想往思想想，行不行？对不对？如果这个没有试过，如果这个行的话，对不对？我觉得哈，现在的我们生物学里面啊，那奥密克、猪主教数据的分析，都要依靠蛋白质里面的母系。这个前几天那是科学杂志发表一篇文章。 这个呢是地方蚂蚁的，那这个看文章是，那因为文章是来英国，就英国 BBC 马上就写了一个，那么他的评论我看呢也是那个英国这个，所以他呢实际上呢我现在看觉得过高的，我觉得他这个作用对不对？那我写了一个评论，那如果有登在我们的零级英语的英里面，有兴趣的去看。 我提出了一些进一步的发展的一些方法，但不过怎么说吧，就是说这个事情，它是拟人模型，它那里也是拟人模型，不过它的拟人模型就是蛋白质拟人模型。倘若说我们蛋白质拟人模型还是不太好搞，对不对？有些这个一米级的模型啊，拟人模型现在是，那我今天看了一篇报道，路透社的，中国国内啊，大拟人模型有100多个。 说国内对不对？应该说许多人都搞了大拟人模型，对吧？那么这里那这个这里这是那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刚才就已经讲了，对吧？就是你这个视网膜的那图像，对吧？然后这个在 CFP 这种方式啊测的，另外 OCT 这种方式测的，对吧？然后这是异性恋，然后这里呢？ 这里呢，就是微疗，微疗这里的EEG，对吧？它就是说，视网膜的病变呢，就是跟糖尿病有关的，对吧？青光眼，对不对？这里的，它就做微疗。那这里呢，还讲到了呢，比如说，你看中风，对不对？心绞痛，对吧？Heart failure， 对吧？还有 Parkinson 疾病，微疗。 还进了一报。那现在今天呢，现在开始呢是要讲我们要讲的主题，对吧？我主题呢就是讲我们 motivation， 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说，以前我们EEG这个东西，可以这种回归，可以做分类，这是早就知道的，对吧？但它呢以前用的那它的这个神经科的研究啊非常重要。 对吧？那么它有应用的，比如说这个大脑跟机械人机哈，大脑跟机器的接口，对吧？这一种广泛应用。但是以前呢，应用它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用的方法呢，就是一般的呢，人工智能的方法，就是积极学习的方法。那么即使现在呢，就是说应该这个。 就是剪辑神经网络吧，也是前世，最近十来年发展的，对吧？那这个以前呢，也呢，剪辑神经网络呢，这方面呢，在这方面呢，应用到EEG的分析也非常有成效。这个剪辑神经网络，等下会讲，它主要是突击，非常的突击信息，突击那个特征的，那怎么能够用到我们这来，对不对？ 但是呢，剪辑神经网络有个缺点，缺点就是什么呢？它对于近距离的信号，它能够它的效应来的关系，可以考虑。但是对远距离的，或者是呢，不能人之间的，不能色情之间的，那independent的，以及里面呢，它这些东西哈，剪辑神经网络它考虑的，那当然了，那现在就讲呢，现在又是那这个东西干嘛呢？ 就我们刚才讲的，那就是讲我们要用 foundation 模型来代替原来的用剪辑神经网络来做。那么代替它也不是说就那我们等下会看到，其实它也不是完全代替。那剪辑神经网络对突击信突击 feature 来讲呢非常有效。其实非常有统计的方法。
也有现代人工智能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吧。我觉得这个周永儒老师对不对？他写的那本书，那边的政治性文章哈，反正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哪一年的三十忘了，就是说那里面呢是用的非常好，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读者呢可以去看。那现在这里呢，我们讲的呢不是用统计的方法来突击特征，而是用简记神经网的方法来突击特征。同时呢，怎么样要把它结合到 foundation 模型里面呢？那首先我简单，因为有些这个同学啊对什么叫简记神经网络是没有概念，我就讲一下，很简单，我讲一下简记神经，简记算一算，简记呢算有个叫 carrier 和或者是叫滤波器，两个叫 field 的都有。那么我们这是 input， 就是一个图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图像，这里面图像呢我们放呢就是那网那这个那 pixel 啊，这个那那么这个发出来的网格以后，每一个小的网格内部啊，它都有就是有 intensity image 的图像的强度。那么那比如说那这都是零。那这里是0001对吧？一个网格，它这个一的强度，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呢，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图像是有各种特点，我呢要设计不同的和科的哈，来把一些网络突击起来。那么运算的距离的每一等运算是这样的。那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图像，那我这里呢是一个科的，比如说0123，那我打个比方，对吧？不要跑了，你这个一跑我就0001，就是我有红线画的地方，等到他的科的是0123，我呢这里呢就给你写了，在这里就定的两个矩阵吧，我们小块它就小一个矩阵，它矩阵的注定的年数进行相乘，定的年数进行那把它进行相乘，然后最后把它相加。对吧？对吧？我相乘的在这里，对吧？然后把这个几相乘，然后带到了几阵的年数，最后相加，这相加就是三，那么 output 的这就是三，对不对？我呢画了一个红杠子，他这个不行，我一扔这个光标啊，他跑用不下来。那么这里呢是一个图，对吧？这个图吧，你看，那比如说我想。这有 RGB 吧，图像中间呢有三等这种颜色，对不对？那我用呢这个和，对吧，给它进行运算，那带到了输出的结果呢，你看它这里，对不对？就是 output 的，对吧？就是说这个最后就到这儿来，对吧？那么进行变换，对吧？那这里呢，那这里面呢，我给了很多例子吧，你就是刚才讲话就对应到的，比如说用这个，它的和，左边是和，右边是 image 相乘相加，最后的结果就是7，对不对？那你这里比如说比如说 pixel 这里是第一，比如说这是还不动的，再有一啊，你想弄，那么怎么弄呢？我就把这个和里面的中心元素跟中间那个零。把它红光光的给那个左边的 pixel 的，对吧，那个地方去递到那个地方，然后把它刚才讲的简记运算带到了结果就是58，递给那个元素相乘，然后把它加进来它就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对吧，我这里的就给你形象化的显示，那这一个图像，那么你又有个和，经过简记运算以后，这个图像就变了，对吧？经过多种的和，然后把它相加，这个图像变得很清晰。那我刚才呢，我是介绍一些前面的，已经，这个时间是过得快。那我现在主要讲这核心的，核心就是讲的，就是刚才我已经讲的，就是这个混合的，就是说它的 pre-training 呢
是 image 的 data， video 呢是 EEG 的 data， 对吧？那么这个文章的名字在这里， code 在这里，以及脑瘤，我在今天讲过的后面，我把它就是一些数据联合一下，再更多的数据，对吧 ？EEG 的数据，对吧？各种疾病，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要老年痴呆症，有老年痴呆症的 EEG 的数据，对吧？你要这那这个精神分裂症，有精神分裂症的 EEG 的数据啊，如果你网上现在都可以找到，就是 scientific data 那个杂志，那个杂志也有，分数还是很高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做一个什么件事情呢？这个事情呢，它就是我们眼睛啊来看的 EEG 的这个。那这个呢，它一共呢有25个这个点，计算机的这个点，你盯到某个点，你眼睛盯到啊，你看这个眼睛线啊，射过去的，别动，缝的，太阳跑没办法，射过去这个点哦。再过这个点，眼睛盯着，那么但是你眼睛盯那个点吧，你的大脑里面的 EEG 在活动，它就通过大脑里面的 EEG 的活动来判断你究竟是盯到哪个点，那这个点可能是27吧，啊，你是否盯到是27这个点，这个编号是27的，这个编号一根是25个点。还有编号，你是否是盯到27这个点，对吧？我们今天就说要用 EEG 来医报。那他这个文章没有讲疾病，如果讲的疾病嘛，我们就用疾病。但是疾病里面只要万很小的部分，他这个文章啊，思想啊，我觉得呢非常有价值，所以我就把它写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哈。这个是我们在大脑，这个我们啊，它在我们大脑的脑的上面哈，就测量的 EEG B 就是测量的 EEG 这个值。那这里面的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那、啊、你就是说它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是水平图啊，一个水平的那、啊、水平图，还有。那竖那垂直的凸，对吧？你眼睛究竟盯着哪里，对吧？那他就是讲，你看他这个位置啊，这里有一个那高峰，那这个在什么位置啊？这里呢就地心，对吧？他在这个位置，对吧？起名的，假如说那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那他就会反映出来，通过 EEG 能看看他究竟眼睛盯到哪个点。那这个呢，我们这个模型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 EEGnet， 就是那脑电图的那网络。这件事情呢，是这个作者。我的作者是美国的还是加拿大的，我都忘了，两篇文章我们后面讲的，我一下子忘了啊，你可查询一下，反正因为他们做文章啊，都为啊，就是西方人做文章，大部分人是为腾讯，为做腾讯，但是这是那我感觉到一个特点。那么一系列的就是什么呢？那我们应付的就是说我们的EEG 信号，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信号，我们要起它的特征。这个特征，那就是说我们有核，这个核嘛，刚才我们讲的有极振呐、啊，那么那表示，那么这里呢，实际上一根这里直线呢，实际上呢是一那它是一个向量的表示，这里的核是一个向量的表示，但我们在表示形式的时候，我们就写成极振形式。在计算机里面的可归之处就是什么呢？我们要事先的写出这个核心的向量是什么，我觉得非常难。人工智能跟统计学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的这些量哈、啊、都是可学习的，就是说不要我们人工智我们人事先
去规定，你只要规定它的维数，然后它取什么值，它在演算过程中自动去确定。统计学的办法呢，就是讲呢，靠人嘛，我们人很聪明，我们总想我要把它一下搞定，我给它规定，它这个还是什么？但是这个往往呢，效果不是很好。那么这样的话把它突击，那突击各种特征。那么在易机里面哈，它究竟包括了些什么特征？当然了，因为统计学研究了很多，我想叫周文楼教授吧，他肯定对这些东西非常有体会，对吧？他不是包括我们这个那个王一林教授啊，就是说这个普林大学的，他长期研究这图像的，他知道这些特征，对不对？是一些什么方面的特征？但毕竟我外行，我是跟那是搞不出来的。但是你看看啊，这个飞机 map 就是特征，它的这个啊，开始你这里是乱的，对不对？它经过这个那突击以后啊，它是开始呢就有规律的，你看到吗？上面的、中间的、下面的就不一样，依据图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你这个突起吧，我们那你这里是，我们可以比如说假设我们有100个核突起，我忘掉了它这个容器里面是几反正多少核，我这里还有一定的数量的，对吧？这个那么那这样的话吧，我们把一机的信号的特点呢咱们掌握了，但是我们掌握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只是固定的一个切扰。什么叫切扰？因为我们掏耳洞嘛，我们一机的信号是大掏耳洞啊，是有电极。我忘掉那张把它给加上来的，我原来的版的面上是有，后来我改好像把它放上来，就是那我们比如说这里128个切扰，假如说就是通道，我们讲固定一个通道啊，这里固定一个通道呢，我们是那、啊、它呢是有一些啊，它那飞机 map 的信号，就对它的那、啊、时间系列，我们可以增加它特点，这是第一。但是呢，我们仅仅有时间系列的不行啊，那我们还空间的呢？那这个呢叫 deep wise 呢？那剪辑呢？就是说我这个核呢是略向量，前面的核是航向量、影贴向量、略向量，它所总结的那信号的变化呢，就可以概括了空间的信号的变化，对吧？那这样呢，那么有时间的、空间的，我们要把它一个一个的那种飞机 map， 就是我们这是个飞机 map 啊，对吧？一个。啊，中间就是另外不同的飞机 map。那我们这里呢，到我们这 target 出来，对不对？我们要把每一个飞机 map 啊，它的量呢都再呢，你 care 啊，就是你还把它总结，然后呢，要把它通过这个点 point wise 的那个分，就是那一点呢，很小的一点，要把这所有的那这个那上增下吧，所有的切到再把它结合起来。是它的输出，对不对？输出以后，然后那、啊、最后我们要用个小的神经网络，等下会讲啊，这是我们 target 的，是吧？那、啊、它我们究竟我们眼睛盯到的那个横坐标、纵坐标是什么？这就是他们眼睛。当然，你也可以做其他的，对吧？比如说有病无病之类的，这就是EEG的它的整个特点。第二个就是那EEG的是做微调的。它的刚才的那个 EEG net， 那么 VI 叫 Vision Transform，VIT 呢是做啊一系列的这个东西吧。像我在这讲到这个图像的时候啊，变换器的时候是讲过的，但是我们今年呢，今天对吧，有一些人呢以前可能没有上过这个课，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那详细的提到我给了 appendix 就在我们。这个 slide 里面，对吧？也给着了这个文章，对吧？你呢可以仔细去看，因为啊、一个多小时，对不对？啊、实在时间不够讲这个课，实际上
可能要起码要两个小时讲的，讲的不完，比较仔细一点。那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呢打一个信号呢，就是我这个图像呢是什么，对不对？标志是什么，对不对？是国，是哪一个教堂啊，国会啊，还是什么东西，对不对？那我们属于把它分解，就把它划分成小的 patch， 一块一块，一小块一小块。这个小块哈，要知道不止一个 pixel， 有可能有几十个 pixel， 对不对？这几件啊，我们计算机的名量。那么这个呢，打一个信号的代表 class， 就是我们这个那图像是究竟那代表什么东西？因为这种图像它的标题是什么，对吧？那么我们分改的这种一块一小块的一些图像，就我们把它连接起来。连接起来呢，进入一个线性投影。我后面都有公式的，这个线性投影很简单，实际上就是把你因为你这里有图像嘛，你在一个小微小微的图像对 pixel， 你小微 pixel 里我们是有它的那图像的强度的，对不对？大小的对吧？就几帧。然后呢，你把它跟和另外一个那 linear 把它加个起，另外一个几帧相乘，然后就得到了什么一个投影，线性投影就是。啊，一列啊，就是这里是一行，就是一行这样的那向量，我们叫这 embedding， 就是向路 embedding。这个 embedding 啊，实际上哈、啊、是人工智能的巨大进步。其实说我以前等着看，当时因为严老师总叫我写，有写一忙啊，就是我也想写一遍，那、啊、这个很想尝试快写一遍，但是有时候要想写一遍好的吧。时间也不够，等到事情也多，有时间都没有写。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写一下，因为这个是跟统计学很大的不同啊。你等下看到它这个那就是 embedding 的向量的维数是700多 component 的维啊，它在空间里面表达，几何空间里面表达，它的区分力很好。这为什么这么 powerful 呢？这不是说人家搞计算机的在吹牛，对不对？这个东西都经过了很多实验了，现在是已经经过了成千上万的实验了，证明了不是几篇文章，对不对？那现在这里呢，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就是位置的编号啊 ，position 一啊二三四，就是我们这排号的这里。然后前次我们是变换呢，它这个变换哈、啊，实际上概念就是我们统计学的概念 ，correlation 相关。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搞研究啊，我就是讲的啊，统计啊，你不要讲我们的老前辈啊，统计学界老前辈，他们发表了很多概念，很多工具，这种概念和工具定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已经是观察到一百来年他们的发展，我们所观察到的那些现象，那些描述空间，他们的刻画是很深入的，他就利用那些基本概念。那些提供给他们的 correlation， 必然是 correlation 之力的，就告诉了一个前世父母。这个前世父母呢，是我们图像识别大语言模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个东西，数学上看起来简单，你等一下会看到公式，思想不简单，效果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些领域里，对吧？然后这里呢，最后就输入呢。就是把这个新的打个信号的东西哈，它就到毛那，就是说这样是一个神经网络，叫是这个毛利伯利尼亚 pro 那这个 protein， 这个神就是一个简单的神经网络，对吧？就是说，然后它呢就把这个信号啊，在的中国就是神经网络变换成为一个是我们的一个那分类。那么这个分类里面，比如说毛啊、狗啊、教堂啊，这个什么之类的啊，才在这里区分。这个细边呢就不讲这个具体的啊，就是说怎么样叫把我刚才讲的这个那很小一小块的这个图像，怎么经过 embedding， 经过政策化，又经过多核来遴选，就是你这个 transform 那 encode 就是什么这个意思来着？它这里呢？可以呢，比如说 else， 这是一个 block， 一个 tag 128 block 是吧？
这很多这个。那么这里就是说我这里呢就简单再跟你再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很抽象讲的，就产生我们要产生啊，就是这里就是你 image 呢，通过划分我们产生了这个一块的一小粒 image 把它这样排列在这里，陶影线形陶影，然后呢经过这前置 form 对吧？前置 form 以后呢，它就是这个 patch 这里面上面代表的是呢 patch 的。就是这里的，经过变换以后的 embedding，patch 的 embedding，这个量有时候在我们把我们大脑的信号解码为声音语言，也许这个地方很有用，然后它就输入到就是我们 MLP 这 feed forward network 这个输入，经过网络，这个是前连接的网络，那输出，这输出呢，这里两个这就输出点，比如说你这里的，因为我们刚才我们这里要输入的输出的。是我们眼睛看到两个坐标，所以它两个眼。那如果说我们这里有三个 classification 三类，我们有三这个眼两类，那么两个眼给两代表，那就是最好就是究竟是猪啊、猫啊、狗啊，还是我们那个坐标点呢？就这出来。这里对不对？这个呢，相似的我就不讲了，你去看哈。就是说我们新冠肺炎就是肺正常的肺病、新冠肺炎肺部的投影，然后呢进行解释，它就通过这个咱们这个image VID 把这些东西呢做出来。这些大的小的我就不详细，时间有限，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下面东西在 appendix 你看，公式都有，文章也有，你刚刚都写在这里。那因为这里面应该比那里比文章里面更详细一些，我都写了，一直到这都是，这都是这个都在喷这个时间看啊，这个很详细，我说到这个地方为止，对吧？就说那我那边文章嘛，当然不会介绍，我呢那就时间有限，那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以前没有讲过的话，你们学吧，看一下这些 slides，然后呢把那个文章哈。就是 YID 的文章，仔细看一下。那现在这样这一讲，我们把刚才两件事都讲了，一个是就是说，这个 EEG net，第二个呢讲的呢这个 Vision 的 Change for 对吧？就是 VID 对吧？就是搞图像识别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是一系列 pre-trained。那我们有一些，他告诉我们有一个 data set 是做一心链用的，对不对？Pre-trained 这个一心链的这里面的呢，就是说它的原始的那些位的呢，是随机产生的，就是randomly initiated。那第二个呢，第二组数据呢，就是做微调的。最后吧，就是看看我们还有第三组数据在那评价我们检查是不是准确。那对我们这里讲，pre-trained 就是 image。微调 EEG，第三个这个数据也是呢就是说 dataset 的呢也是在 B 里面，实际上有一部分呢在做评价的，所以两类数据，一个数据 A 及数据集 B，数据集 A 是做一系列的，数据集 B 是做微调的。那么这个图吧，是我们今天讲课的呢，就是理论方面哈。第二个重点的讲一下的就是说这里哈，我们输入 input 的呢，我们这个 input 的哈是 input 的是120，就是我们切了是128，我们是这个 EEG 的这个信号哈，它的那我们体样呢？是500哈兹，500哈兹就是一秒钟，我们有500个时间点，所以我们 input 的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呢，说够那个图像。我顺便讲一下，因为咱们有个教授啊，就是说丁香林教授，对不对？他曾经把我们的 DNA 是 SNP，他安排成图像。
他进行了分析。这个东西哈，一级的我们的那个 SNP 对吧？它 SNP 和 SNP 之间也有能力就是不利便的，它的运动模式也是相连的。这个我建议的这个图，这个程序在这里，我陈晓宁教授吧，如果他有空有时间的话，可以用这个东西去试试你的预报怎么样？那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把 DNA 作为我们的微调的数据？我们同样可以使用这个一密体作为我们的一系列。那当然了，一系列你也可以把它改为 EEG 这个东西啊，这个 EEG 吧也可以搞，也可以搞成全值我们 encoder 的。这那个东西比较麻烦，你它的痕迹都有啊，那好嘛，就试看看。那你这里的嘛，它 X1X2 吧，当中西你们就改为一个点，因为你就是有病无病嘛，是吧？都是这个嘛。它这里是因为它这里一个眼睛的运动嘛，它要仰坐标、横坐标、纵坐标，对吧？仰一点。那这样的话嘛，刚才我们讲的，这里就是第啊 time series 进行航向量进行这个剪辑 convolution， 就是固定每一个切入，这个它的一乘三，它这个呢还和呢是航向量36维的，它写成一乘36，这个矩阵形式，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吧，那对每一个飞雪，每一个核不同的核，这都是对不对？每一个核，它这个东西啊，它都可以调成那飞雪 map， 哎，现在我去争取好，那这里那这个这产生这个对吧？啊，每一个行，不，每一个核不同的核调成它不同的飞雪 map， 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只做了时间系列的，咱们每一个。每一个切入的 EEG， 从大脑的 EEG 吧，实际上都相互有联系的。我们测的它的正向联系，就是它的空间联系没有。那空间联系呢，我们又搞了一个逆向量作为核。那这个核呢，就是它是80米，这个逆向量的维度是8。那么我们做一个空间的一个核，那它这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形成了这里就是呢。就是说行跟列就是时间跟空间咱们都已经形成了飞行 map， 然后把它不同的时间就是空间我们用的不同的和所形成的飞行 map， 我们把它组合起来呢，这些东西哈，它就是我这写的一个 CST patches， 就是说我们时间是 t 吧，那咱们切到是 c， 那形成的 c 升 t page， 那再把 page 跟我们讲，我们把拉平 flatten， 就把它变成一个，那这里就是一个逆向量，在那里导电就是航向量，就变成一个向一维的向量，然后呢，重新呢把线性投影，这里线性投影加上，不要跑吧，跑了我就跑了。这个就是线性投影，线性投影以后啊，这里是位这个起风这个位置，这个就是我们 patch 的，有箭的带箭头的，就是我们 patch 的逆向量。最后嘛，经过全值 form， 全值 form 呢，这里呢 FC 是代表什么呢 ？Fully connected nail，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那个就是我们普通常用的就是 feed forward， 原来的 word， 对吧？就是那个多能的线性那个导引，对吧？那这个呢，然后就把它变成毛的布的，就是正X 1横坐标 X 2正坐标，这就输出，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这个理论。我还是把这个讲完，然后简单讲一下我们。想做些什么？这个东西就是讲我们牵引，我们 North Function 名词归二的，很简单的。还有我们评价就是路的名词归二的，这就有。咱们信念呢，我前面都讲了。我们信念呢，第一个信念呢，就是我们适应呢这个image 进行信念。image 进行信念呢，就是说那里 image 它的 image 进行信念的时候呢，是8×36的，就是 carol
就是说这个黑函数进行的，就是没有进行一性恋的，就是没有一性恋是没有改的解改的。那么它这个位的话，就是这个黑体哈，它那里因为是 open source 吧，它把位置拿出来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经过一性恋的，经过这个一性恋呢，那怎么进行 image 进行一性恋呢？你就说就是他讲的，就是讲，就是说这里面的前面的呢，就是没有经过一性恋的东西，那个模型呢，实际上它那个位的开始都是随机拟写的。那这里的位的呢，就是一性恋，就是你 image 就一性恋的。那么我们的位的，就是那个已经一性恋的，就是 face 哈，那里面有，就是你打的这个网址的有，对吧？你就把这个位的写出来。然后呢，它在前面我们刚才讲的，前面呢就是有 two-step convolution 的 block 那里面那前面那我们要加进去一级位，对吧？这个呢，前面我们已经讲了，我呢这里呢也就不详细讲这个事情，对不对？那我们要马上要给结果，结果什么方法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呢去猜，猜很简单，你有一级的眼睛 movement 的吧，眼睛盯到哪里，你有那个数据，对不对？那个你把那个训练的级啊，那个值盯到了坐标平均值一平均，对吧？那平均值，然后呢，那就作为你的预测值。然后你实际上你是用另外的一组数据，是吧？眼睛运动的数据来，那么用那个来预测它的误差是什么？那个误差就是讲，我也不要算了，就把前面的进训练的数据的值平均起来，就做一报，看误差多少。第二个呢，我们列举许多这个训练的，就是说积极训练的方法。还包括另外呢，还有呢，深度学习的方法，深度学习对不对？就是说所以我们不能简单讲 deep learning method，这个深度学习的方法呀，非常非常多啊。这个你看看你究竟是哪一种深度学习的方法，它是多变的。那我们现在来看，我组出来看，然后我们来比。你猜测，假设这是最糟的情况，比如说你去随机性，就是猜的天真的猜，123.3。那第二个方法呢，就 KNA，KNA 嘛就是 neighborhood 对吧？那个是119.7，就这种方法哈，给你就猜的方法没有太大的区别，对不对？你看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啊这种方法 regression 的123误差，线性回归118.3，这个什么Ricci 啊就是回归。都一样的差不多，那说做118，这个会，那就不管你哪个方法做能了，线性回归的方法都大体上差不多。就是说，赢了随机数啊，随机森林 random forest 的116.7，有少量的改进，但改进不大。这个你看到吧？这对我们，我觉得哈，你们就可以给那些学习统计的人，他们你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呢，如果是我们进号，我现在都讲到进号讲，我们这套方法小型化。如果小型化了以后，你这些东西基本上就被淘汰掉。就像我小学生的时候，我学的算术，不管那个算术怎么微妙，你怎么聪明，你算的结果怎么伟大，到我初一学代数。我读灭方程，不过我这个人，也许我命里聪明，我很一般的智力，但是那个方法的一个工具，我很快把它写出来了。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你现在来看这个剪辑网络 CNN 这个东西70.4，从这个前面118到70.4，这个是值得飞跃的，对不对？是不是？后面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方法，对不对？尽管有差异，但是差异它这个等级上最好的，我们是吧？一级位的是51.7，我这里看不到了，因为我这里比它你们看得到，我比它这个东西比中国挡到了，对不对？我看不到50几到54点几吧，这下面是54点几还有多少？
等一下，等一下，跟另外一个东西看到，你看它有变化，对吧？但是变化不是巨大的，就是说，你能跟正常化吗？当然也很多，从70到50几，你相当大的费用，但它费用跟你这个比例，对不对？实际上是有天壤之别的。那这里看的哈，这个 EEG这个值来了，对吧？那EEG量的是55.4，这个C那这个减G神经网络70.4，对吧？ 还有，对不对？这个变化，这个提高，所以那这是他们他给出这个结果。这是个结论，有没有时间啊？已经到这个时间，我赶快呢来讲一下这个，就是我觉得后面的时间很重要。这个呢，所以这篇文章有 code， 对吧？那么我们刚才不是讲吧，这个拆一篇文章 form。 还有另外还有两篇文章，这是另外两篇文章，对你帮助理解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创造价值的。有时间吧，我建议你去看，特别是学生，老师很忙，你今年学生对不对？这是你黄金年代呀，你再过十几年以后的学生对不对？没有你们这种机会的，那个时候对不对？发展了很多，他哪里来得及看呢？对吧？你现在这个时候，我建议这么重要的文章啊，建议你呢。 能够有时间也读一读，那这个呢，这个是老年痴呆症，老年我写这个就是那阿兹海默 disease 对吧？老年痴呆症这个像这个东西呢，那许多人很感兴趣的，这有文章哪个老师似的，数据这个数据哈，你他的数据啊，现在要这个数据我查了，你都要写一个 request 写个 email 给那个可能方面老师，他的数据已经在网上。 但是把你历史出来呢，他要 approve 一下，就是没有什么大的 approve 的，就是他登记一下做什么东西，那这个这个啊、呃、嗯啊、呃、这个是这个对吧？我这里写的那就是这样这两篇文章啊，这两个六色的两篇文章，两篇特色就是数据。 还有呢，精神分裂症数据也有，对不对？那绿色是文章，那褐色是数据。那么我这里还列呢，就是因为老年痴呆症这个文章数据，而且这个数据啊，这个数据的内容很多，就是 data from computation， 因为有份杂志叫 scientific data 哈，它收集这些数据。 老年痴呆症的数据，我提供充分多的数据给你，有兴趣把它，我觉得程序也有，你是完全可以做好，我非常鼓励，那有经验同学的哈，那去做，对不对？说这个，这个数据对不对？那又是另外一个数据对吧？就是大脑的数据，它是在。 好像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啊，就这个弄的，他这个数据有也是老年痴呆症的，12个，这个数据也是老年痴呆症 AD patient， 好吧，这也是老年痴呆症，我就是提供的相当数据，这也是老年痴呆症，相当多的数据，这个数据呢，就是那神经精神。 那分裂症，对吧？精神分裂症，还有呢，忧郁症的，对吧？这个我都写在这里。那你看，我就把它的那 copy paste， 把那个网站 paste 在这里，我这里你看就知道，我就不太想讲这个。另外呢，我想讲就讲什么呢？帕金森体质的是，对吧？ 其他的呢，就是精神疾病这个东西。我呢，后面想简单讲这个哈。一个，我想哈，这个东西你就想，今年没有讲，也没有这种文章出来。我现在那些我有感兴趣的那个老师和同学，你想这个文章哈，就是说 drug 用什么影响 EEG。
这个文章，如果你这个文章，我想为什么不把它打对？应该你进行一些训练，网上一打就对了。你打不到再找我，送 email 给我，送微信给我，我会把它弄对，好吧？以及怎么影响的智能 intelligence？ 那么你最后哈，你发能发展又改善我们智力。其实我们的智力哈，别人已经做了，就说。那就说比如说他有测了这个好汉来了没有好汉啊熊老师我在这里你看到没有 intelligence 别人是有你们有你那个专业有测量对不对是的我们有这个behavior 的测量对啊他那里有测量别人呢也测了 EEG 文章都有的这个那连进来对不对那你呢这个想他那么这个第一个就是当然那百亿但他们已经大里面没有用这个仿真性模型做因为仿真性模型做当然一计可以预测 intelligence 他一来帮他做但是别的人也曾经尝试今年春季有人把 JAG 第一季的数据收集了当然也很接近的文章又会影响一计的但是又跟我们蛋又影响在我们蛋里面模型仿真性模型里面哪一个部分引进去怎么能够用 drug 来改变 intelligence 当你改变 intelligence 要改变疾病都一样的对不对我只写一个在这里就是这个东西吧你就思考啊这个我但是呢这个事情不要你马上做这个当然是有点难度的特别是加什么都带你的无形名气这是要动点脑筋的但是这个技巧啊在我们解脑大脑的思想的时候他们曾经就是把大脑的信号变得敏感的时候有人他那个方法有一个啊基本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启示可以应你先去想好吧那么 hard work 甚至呢我们讲了我们 hard work 这个做简记第二个吧我们讲了就是说那你讲啊咱们今天讲的是方法啊优点缺点对吧那就是这个是他们 work, 对吧那么就这样就像这今天呢我讲课呢就到这里结束几乎讲了一个半小时但是我本来计划就给点时间给你们讨论的如果说你们现在我给一个十分钟时间啊因为那中国时间太晚了他们啊中国就到快吃午饭了这个美国吧他们时间太晚了中国我就不想耽误他们太多时间你们有什么问题啊我给十分钟他们提些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熊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有一页里边你显示，就是那个deep learning 方法，比如说 CNN 啊，它比传统的方法好很多了。那个 pre-training model 还是比这个非 pre-training 的 model 好一些，对吧？好的嘛，你这个图啊，什么？你看那个表，你看 CNN 70.4，那 EEG weight pre-trained 的55.4，对吧？上面在上面那个 slides 好像也很明显啊，在上面那个 slides 对是为什么我们要讲也是即使能工作现在我跟你讲啊，这个 pre-training 呢、啊、为什么能工作能在这一两年之内的话就是非常性的进展呢、啊、去年就搞了个 GPT 出来对不对核心的一个东西 pre-training 不单单是你的全球 transformer 是一个计算工具没有 pre-training 也就没有 GPT 的不会有的对吧所以呢我很鼓励哈现在我们说这个整个点文章写的很多啊中国都100多家公司搞出来这个大模型当然美国也上百但喵族相对来讲少很多所以喵族的科研呢实际上是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在人工智能方面是比中国超越的我可以讲比中国超越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东西哈做事情对不对 我讲啊我感觉到中国来的人啊不计算搞统计的热情要比在美国的受统计的人热情要高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就是一天到晚的弄这些东西嘛，对不对？跟我的联系，当然不是每，就是这个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你是我讲凭大理上来讲这个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再讲你的统计课要学，我没讲统计课不要学，基本的统计，比如说基础概率，对不对？还有那像这个以及黎曼写的统计梯段原理、统计估计这样的基本的书要学，像这个 regression 回归分析。再不要学习，弄两三课本课有那个必要吗？我跟你讲，我三个星期就把理工生全部讲过，现行的、非现行，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我们一定要看到时代的进步，现在东西需要很多时间的，让学生来学，这就是我讲的。那徐老师就是在对同一种数据形式的，现在哈，因为还是比较早期，基本上可能就有一个 pre-training model 哈。你看来，因为它 pre-training 的这个策略可能还有很多模型不太一样哈，它会以后啊会出现一种 data 形式哈，对啊，你很讲的多对啊。pre-training model 可能来自于不同的机构哈，不同的学校，怎么去思考这么多的 pre-training model？那以后对下游来说应该怎么办？办呢？怎么去应对这种情况？我觉得哈，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这是研究方向。combine 怎么把不同的 pre-training 怎么把它 combine，对不对？假说 weight 在那里，你怎么 combine 研究？我没有答案。但是我觉得，反正你是应该 combine，对不对？combine 也好，那因为我们那些你看，我们就我们，对不对？咱们这个是那精神性疾病，我们精神性疾病里面不大其他的 EEG，这么多不同的疾病的 EEG，对不对？这倒是好办啊。如果是他是一个训练，那你一下就训练到那可以。但是有的如果人家跟其他结合，要把 EEG 能不能叫？点 image 相结合一系列，对吧？还有，比如说我们 methylation，我们 RNA-seq data，RNA-seq data 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RNA-seq data 跟 EEG data 差不多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主要的困难是那个太长了，那个咱们一根那个那个咱们那个那个读对吧？这是主要困难，那个基因那么多几万个那么长，这个怎么弄？这个那特色都可以。因为我做测试的不做预报，现在方正阳那南方科技大学方正阳教授对不对？他正在发展一个大模型里面怎么做，就是统计的，就是人工智能假设检验。我这里没有讲假设检验，根本没有讲，可以讲的烧写测试的，对吧？这个其他话现在不知道，连那个你教出来的就做博士后期了，对吧？你怎么把它把因果分析结合到这测试里面？测试里面来。而不是这些做一制度做一测的，对不对？因为人工智能里面它不是一测，它这个检个假设检验没有发展，我们应该发展。我们搞统计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把它发展。哎，熊老师，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像这种研究的话，对计算的 power、计算力的要求什么样的要求？像我们一般的 HPC，就够了吗？还是需要一定要去 cloud 这样的计算系统？我看了一下哈，我看了一下这个文章啊，那篇文章等一下你看，它呢只一个 GPU，这个估计按上这种类型的规模的，因为它的一些年的唯一的是更迭的，对吧？计算机不需要大型的计算机，就是算力不需要很高。但如果说今后到那，我建议对不对？你这个时间是用没那么甜，对吧？我知道我们弄那么多钱到的，对吧？人家哪会给我们，谁给我们那么多钱呢？你有2台的 GPU 或者弄的啊，就个人对吧？系里面吧，可能规模更大一点，对吧？我想啊，我们一系列的模型都用人家的，为的都那来，不要我们自己从头到尾去训练，那个是要花很多算力、资金的。我建议是我们只用人家的，现在开放的 open 啊，这种大语言模型啊，已经很多很多了。我觉得怎么给应？好，谢谢。对。还有什么问题吧？还有10分钟，今天我讲，因为讲的时间太长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怎么把这个 EEG 的 data 变成图像的 data 呢？
如果要做 CNN 的时候，是要怎么把什么 data 变图像 data？ 把 EEG 的 data 变成图像 data？ 啊，把 EEG 的 data 变成图像 data， 你看了吧？这个实际上对不对？它就不变的几乎。我把那个图给你看，你知道。我前面对吧？前面我要等一下哈，我这个计算机啊，慢，都是网络慢，IDN 低，叫我们改，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对吧？依据的数据对不对？是吧？你这一是128，你就那128行。500，它是500吧？500列几阵就行了，输进去。OK， 听懂吧？它不是一个图像样，是不是？对，就是它就是128个 channel， 然后它500个点，500。对啊，一个 channel 不是500吗？这里不是有500个点嘛，对吧？它这里啊，其他的都不一样嘛，它500哈兹吧，但是有的三那这个起扬的哈兹不一样啊，频率不一样，当然的数不一样。那反正就是几阵，就输了几阵，那这个记的数据不一样，对吧？你比如说你这个那个这个你其他的比如睡觉啊，比如心血管，我现在带那个它的监视里。就是因为各种数据情况可能不一样，你这是你有一个依据，那你这个我们这个模型，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模型单独拿出来就是 VIT 的模型来做的话 ，VIT 的模型讲的你也要把它按成矩阵的形式，按成矩阵了，你按成矩阵的形式，你把矩阵就像我们图像一样把它分成块，就分成把矩阵分成行和列，分成网格，那么。那你再把它，就是这个，就是说，你这就啊，我讲一下啊，这个，哎，你看，你把这个图像对吧？这个不难，就这里不动，这里对不对？发了一块一块，那么你这里的不是图像，你是个矩阵，你矩阵可以代表相当多的不同目的性的数据，对不对？那 EEG 是一种，其他的都会，对吧？你样本，你比如说，你说啊，比如说，methylation 一个样本，对吧？一个假设一个基因嘛，我们讲一个样本一个基因，比五百个样本有500行 methylation， 比如说你有10000，太长的表了，5000假设啊，它就这个矩阵吧，你把矩阵发成很多网格，每一个小的网格。在这里排，就是线形到那里去就给做了，清楚吧？对，清楚。哎，熊老师，如果你要是那样排的话，你那个不同的人，这个 data 来自不同的人，那个 column 的那个，他有训练，我这里没记，里没有讲叫 batch， 其实他训练是一个一个人训练的，能如果是这个数据大，假设我们哈。只要现在这个网络，你比如说你搞那个 DN 那个是你什么几十万上百万的几百万的，对不对？那当然那个方向，那现在有人搞的垃圾英语的长的一个语言模型，等以后如果有兴趣，我可能是这个研究，对吧？那里面你一个人训练一次嘛，一个人可训练多次，他训练是一个batch训练的，不是讲。我把所有的数据，100个人、500个人、1000个人同时送，那怎么送进去啊？送不进去的。这样分开送。对他这个 patch 主要问题是，熊老师，他是不是解决那个 memory 问题啊？还是说就数据量不能太大，对吧？也算是太大的是。OK。像带大的那个语言模型，你非常慢是吧？那个横就是横向量为数没那么多嘛，对不对？对，送不进去，这是个问题。而且呢，那个维数太大的话，图里也大，效率也大，对吧？它那个 correlation 也是有关系，就相当于它那个 attention 是吧？
self attention 的时候，对对对对对，那 VIP 不是现在最好的，对吧？但它呢是一个比较普遍用的，用次数几万次，对不对？但现在发展的更多的，我们下个星期讲这个叫那个就是 FMI 的时候啊，我们讲个新的叫Swipe， 还有更新的就是讲我们搞非常 selection 一样这样搞的，这个发展很多，这是比较基本的广应的。我们还有我还没接，至少还没接触一样，也是刚刚听见没有？这个是那个威能亚洲研究院亚洲在中国搞的另外一次。熊老师，那个DNA 的 foundation model 出了两个，都是中国人做的，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什么 network 可以connect 这都是 connect 这两个人呢、啊、他还是一个课题组好像。可以，现在如果能邀请我讲啊，国外的邀请啊其实是有点困难，我不知道，因为中国现在他这个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这个毕竟我们要跟新加坡比较容易，对吧？要好很多，有些这个你在国内的假设同老师同学帮助我们邀请的人呢，非常感谢。这两个，这个应该是美国这边，美国的，应该是美国课题组，美国的中国人，对吧？对的，华人。那个最近两年，对不对？美国中国学生有个问题，你知道吧？他们往往还没毕业，他刚毕业，没有毕业的哈，他是很少会出来讲。那个他要跟老师请示啊，请示啊，导师啊，怎么样？那老师愿不愿意啊？这个比较复杂。看着我们就送嘛，哎，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邀请信送出去，来不来？对不对？这个，对吧？那也不用我们碰运气，算碰上，对不对？有些那个我们讲我们大佬靠的做的人，新加坡的那个人做的不错，我们邀请他来。这些你模型对啊，国内做很多，我不讲100个，很多都做了。方是你们方老师在吧？方老师不在，现在有。那。那就这样了，已经44分了，好吧，再见，有什么祝你们晚安了，花了这么多时间，很抱歉啊，那么好吧，就这样。